好，我们把代码再恢复回去啊。那现在我要重定向到这个位置，是吧？重定向到它，重新发布。刷新。过来了，但是数据是没接收到，对吧？看到没？你看到这儿没？哎，他这儿怎么有数据啊？是不是？这后边问号 name 的张三按的 8023从哪儿来的呀？哎，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？你看看，我把它删掉，肯定和他没关系啊。那是不是这儿的东西？你说是他直接过来的呀，还是这儿的东西呢？也不知道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我加个 pname pH， 看好了，我加个 pname pH， 走。现在大家注意，我这儿这个是不是和它就不一样了呀？名称不一样了啊。刷新，李四 ，R 三，走。什么 pname pH 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数据放到了 model and view 里边这个 model 里边，然后它在重定向的时候，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东西给你直接在这儿？我问号 pname 等于是吧？你的那个是不是 name 啊？然后 and pH 等于你的那个是不是 age？ 是不是相当于写到这儿了呀？哦，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那我再问问大家，那对于这问号后边这个东西，你要给它显示，我怎么显示？再怎么显示 ？param 点 name，param 点 age， 这就获取到了，我就光改了个它，你看着我刷新走。哎，不对，我是 pname pH 是吧 ？pname pH， 走出来没有？那这个东西以前用过吧 ？param 点什么东西用过吧？它底层，咱刚开始学啊，咱大家刚开始学 JavaScript， 可能有的同学就分不清这个东西，这个。param 点我就直接写 name 了啊，到底层，到哎 name， 到底层执行的是什么 ？request 点 get parameter。执行的是啥？那我们是不是还用过这个东西 ？request scope 点什么 name 啊？到底层执行的是什么 ？request 点 get a tree。build， 没，这俩执行的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吧？那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？你通过 request scope 点 name 还没啥啊，咱说个 age 吧 ，age 就不一样了。你通过 param 点 age 获取到的和通过 request scope 点 age 获取到的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获取到的是个整数，这个获取到是个字符串，因为你这是不是通过 parameter 啊？ parameter 是获取到是字符串吧，而这个呢，你放的时候如果放的是整数，我是不是获取到直接就是整数啊？
区别，这两个的区别。好，那那不用多说那么多废话了，问题解决了吧？我重名一下，是不是数据也携带过去了 ？OK 了，就这样。